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咱们学了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刚学过的忘了？比较运算符。对，比较运算符。那这节课呢，跟比较运算符稍稍有点关系。什么呢？咱比较运算符是不是它属于二运算符，两边去做比较的，对不对？那比较运算符呢，一次只能比两个值，对不对？像上节课咱说过，我和你男朋友比谁更帅，对吧？只比一个特点，帅，对吧？那假如说我想比多个，我和你男朋友比谁高，对吧？我和你男朋友比谁胖，我和你男朋友比谁帅，帅就包含位的，对，那就是跟你男朋友比谁知识渊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多个条件比较，中间是不是就得有个连接符号，对吧？对，那连接的时候，咱们就有几种逻辑的关系，对吧？比如说你选男朋友的标准。你男朋友和高老师比，他帅，或者跟高老师比，他怎么的，知识渊博，或者他比高老师什么个子高，对不对？这是或的关系，只要他能比过我任何一个条件，都可以作为你男朋友。那不行，那不行啊！那这是或的关系，那关系中除了有或的关系，还有和的关系，也就是并且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男朋友长得高的，又要长得帅的。对，或者知识渊博的，你男朋友什么，不仅要比高老师帅，而且对吧，要比高老师高，对吧？而且要比高老师知识渊博，对吧？对，不是获得条件，是并且的条件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咱们就把多个比较是不是连在一起了？那么逻辑运算符多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果，它既然是多个条件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得到的结果还应该是什么值？对，布尔性，对吧？还应该是布尔值。那逻辑运算符比较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布尔值，那它是多个条件连在一起的，那这个多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值？多个条件。对，也是。对，也是布尔值。它把多个布尔值连在一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逻辑运算符的符号，在咱们 PHP 里边有哪些呢？有这几个符号。运算符号，并且就是 and 和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写 and， 也可以写两个 and 符，在 PHP 里这都支持的。有的语言里边只支持这两个 and 符，对吧？那咱 PHP 里边呢，两个虽然都可以用，但是呢，尽量咱们也使用这个的居多。这个就是并且的关系，逻辑语，用专业叫做逻辑语，对吧？就是两个条件都得成立。比如说，妹子找男朋友标准。不仅要比高老师帅，反过来还要比高老师高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这块是不是一个并且的关系啊？那如果用这个呢，就是要么比高老师帅，要么比高老师矮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就是把真的变成假的。比如说，我找男朋友要比高老师帅，要比高老师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这就是取反了。那你知道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那又回来了所以呢，这个逻辑非咱们专业术语的就是什么取反，对吧？把真的变成假的，把假的变成真的，就这意思。把黑的变成白的，把白的变成黑的。那使用的符号可以使用 not， 也可以使用竖线，但咱用这个的居多，知道吗？那其他的有没有用的时候？像这个呢是什么逻辑异或，用的不多。好多语言里边没有这个逻辑运算符，它什么呢？当两边操作数只要有一个微真，怎么的？两边操作数只有一个微真的时候返微真，两个都微真不行，两个都微假也不行，必须有一个微真的异或才可以
知道吧？这是这么几个逻辑运算符号，就把多个条件连在一起的。那咱说了，比较的得是两边的运算符号，对不对？那咱们看一下，比如说这块 VR 大部分我就直接写在这里了，可以是变量，也可以直接，对不对？嗯。比如说真比上真，结果什么？对，两个必须条件都得成立才是真，对吧？嗯，那我再真，再真，并且这样的条件逻辑与这样的条件可以写无限多个，嗯，听懂吗？但是只要有其中一个为假，条件都不成立，对吧？你看这块，test.prt。看一下是不是为真？对，只要有一个条件为假就不成立。假设中间这块为假，对吧？那整个表达是怎么的？都是不成立的，对吧？但是这样写的情况很少。咱只说了逻辑运算符两边是布尔型的值，对不对？得到结果还是布尔型的值，对吧？那这个逻辑布尔型值，记不记得上节课讲的是什么？什么比较运算符，对吧？比较运算符获取的结果是什么？是不是也是逻辑运算符？就是那个真假布尔型值。所以呢，咱们通常是这么写的：比如说 ，dollar 飞如果大于五，并且怎么呢 ？dollar 飞小于100，对吧？并且 dollar b 大于十，再并且 dollar b 小于100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比较运算符，对不对？所以逻辑运算符充当的角色就是什么？把比较运算符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条件，对吧？嗯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与的关系。那或的关系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或，对吧？我写这个词可以，我可不可以用这个？对，它俩是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与呢，我也可以用什么 and 的，对不对？或的符号通常是这个。或的条件就是或者或者或者，对不对？你不管说几个条件，只要一个条件成立就可以了，有一个条件成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或者或者或者，那如果我在整体的外边再加一个叹号或者是 not， 当然用叹号的居多，对不对？对吧 ？not 或者是用叹号，那整体的如果括号整体里边是什么？是真的。对吧？那整体取法是不是全变成假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取法的运算符是经常用的。所以呢，与或非是咱们逻辑运算符最主要的三个逻辑运算符，就把多个条件连在一起的，嗯，组合出你想要的条件即可。嗯，那再有一个细节，妹子你得需要注意一下，什么呢？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，条件咱们在说话的时候，并且和或者能同时出现吗？啊，不能，我不能，并且高，并且帅，或者矮，或者瘦。啊哈，你净想男朋友的事了，对不对？看看观众，哪个符合你的条件？哎，有个我瞅着一个小胖子就比较合适。哎，胖的，也有美女外边啊，你没发现吗？大家以后来兄弟连学习的不一定说冲着高老师来的，有可能冲着妹子来的。嗯，那看一下这个啊，咱们说了条件是不允许同时出现的，比如说说着说什么并且什么或者什么，这样并且或者不能在同一个运算集出现，不能在同运算集出现，这怎么办呢？同运算集必须得隔开，比如说 A 大于五或者 A 小于100，对不对？这是或的条件，然后呢括号中间并且再括号，看一下这样的结构就可以了，看到了吧？这样的话出现了并且和或者，但是呢运算的级别要先运算括号里的，是把或运算完了得到两个布尔型值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一起并且得到的结果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其他符号全统一在一起，在整体取反，我那边再加它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写得很复杂，清楚这点吧？嗯。
那现在，我给妹子说一个，符合闰年的条件，知道什么是闰年吧？知道。对吧？那闰年的条件就是，这个年能被四整除，但不能被一百整除，或者能被四百整除的才是闰年。那这个条件咱们怎么组合呀？比如说，对，我随便输一个 YER 年份，这个等于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未知是数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假如呢以后要学一副语句，咱判断什么是闰年，条件，先要条件，这里边就输出这个年大老虎 YER 什么是闰三吧，是闰年，对不对？否则输出什么不是，对吧？或者说是平年，不是闰年，是不是就平年了啊？那现在咱们那个年随便输入一个，比如说2014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闰年，咱们算出来试试，对吧？咱刚才说的条件什么？歪牙能被四整除，用整做什么什么整除，能用什么符号来？求，对，求模，专业点叫求模，对不对？和四求模等于零，这就是这个年份被四整除，对不对？能被四整除，但是呢，怎么的？并且用 IND 吧，对，咱可以用这个，能被四整除，并且dollar符 YER 不能够被什么，也就整除100不等于零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条件。但是这个条件呢，比如说2000年它是个闰年，2000年能被四整除吧，但是2000年是不是也被100能整除？但是他说不能被100整除，对不对？那2000年那就不是闰年了，但其实2000年是闰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咱们还得加或者条件，或者咱可以用两个竖线，对不对？当然 YER 整除 YER 整除谁啊？整除400等于零的，对吧？那现在如果这么写的话，就并且和或是不是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那咱可以怎么办呢？对，这两条是一起的，这是一个在或者后边那个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2014年是什么年呢？是平年，对吧？那现在我把这2014改成2016年呢？什么年？啊，这个年是闰年，但是咱们有一个问题，变量名写错了 ，YER 这块 YER 是不是？啊，他说提示的是没有这个变量，一个注意的级别，不是什么严重的，对吧？2016年是闰年。那看一下，这就是咱们的一些逻辑的用法，好吧？那我们再回顾一下，这就是逻辑运算库中。与或非，亦或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因为用的几率比较少，听懂吗？用起来跟上面是一样的，几乎是用不到，好吧？那大家也不用做这个实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下。好，那这节课咱们逻辑运算符咱们就教到这里，当然了逻辑符还没完，还有一些特性咱们需要知道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。